位点流动跳上去，然后肥厚的点折点一下弹起来细瘦，然后饱满的笔画又来一个细瘦的笔画，然后带下来到这边以后弹上去拉下来，这边比较长，哎哎，好，这个长度是差很多的，一般人都会写的比较接近，书法家会稍微有点差距。位